很多人问我啊，莉莉啊，你在国外留学是不是很难吃到国内的好吃的，也买不到国内的漂亮衣服啊？当然不是了，留学啊也可以过上和国内一样的生活。对，还有人问我，你天天收到国内快递，得花不少钱吧？其实啊，这些和国内网购是一个价格。他们不知道咱们有熊猫生活 APP， 上亿件国内商品买贵包赔，直邮到家，全场啊最低两折起，最快3天就送到了。还没有用过的小伙伴，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赶快下载吧。